我叫姚振浩，今年5年级了，在杭州上学。我时常幻想世界上有没有一所边玩就能学到知识的学校，可以去山间寻找，可以养许多小动物。学校就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。你画的画，老师现在看懂了。结果我真就来到了这儿，这就是我的老师江老师。蚕宝宝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呢，慢慢的长大了。我是江卫颖。在2015年从县城的最大的初中自己选择来到了乡村小学。每一只蚕蛾都能产卵，对不对？错。好，要讲出正确的语言来。江老师他说他想要改变乡村教育的未来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是觉得很有道理。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七彩的童年，红色给孩子们带来一种热情吧，一种活力，一种光明。绿色，我们希望孩子们保留这样自然的元素，保持它淳朴的本性。紫色，希望他们永远保留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探索，一种神秘的向往。4+3，七。再加上经常来来哭，多少？八。我们总共校舍改建投入了1461万嘛。有的人就会质疑啊，就觉得那么多钱投在城市里可能能够服务1000多个孩子，而你在这个乡村里好像就是浪费了，只能服务100多个孩子。一开始很难的，我们老师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书了啊，跟原来一样吗？就是我们到底聚焦在哪个地方，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，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嘛，就非常的焦虑。教育是国之大计。近日印发了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》，中国教育蓝图正在逐步绘就。2018年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，就是要推行教育改革，所以让我们在这所学校的改革呢，更有了一个坚实的土壤。学校5年间不参加县内联考，从应试教育的分数评价，转为对学生科学的发展性评价。真相真相，勇敢无畏，必胜必胜。这个还能吃吗？嗯，可以吃。这个叶子不太好吃。我们不再唯分数论，我们更多的因材施教，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教育。老师带着我们去山间一行，去了解小动物，去种植自己的花草，控制飞机，学会表达自己。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也跟我一样来到了这里。我自己之前呢一直是一个考试型的选手，那我希望孩子呢能够让他自身的优势可以更好的去发挥出来，未来也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他真正喜欢的职业。朱洪亮他们家住哪里啊？因为住那个上面，那个上面啊。在乡村里，自然每个孩子都应该享受到跟城里一样的优质而公平的教育。
学校里现在就是外地来读书的孩子也有33个，对这个乡村的无论是文化方面的振兴啊，还是这种经济的发展，都是很有一个促进的作用的。老师在这里呢，也找到了他当初选择教育、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初心，让老师找到一种教育的成就感，他就愿意留在这个乡村学校里来。我是学校改建以后来到学校的，学校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氛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改变，让学生亲身地参与到实践当中去，全面提升学生的能力。未来呢，我们将以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革4点为契机，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。未来的我想当一名护士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英语老师，我想当一名医生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歌手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美术老师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数学老师，未来想当一名优秀的，未来的我想当一名消防员，数学老师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今天为什么都要拥抱我呀？曾经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拽住了我，而今天近300万名教师在乡村默默的奉献，因为我们知道重视教育才能赢得未来，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中国的乡村教育探出一条新路，而这条路需要更多的人接力同行。这10年在感动中前行。